大家好，我是台鹏国际法法理建国连线黄胜峰。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题目呢，是这个波茨坦宣言可以让中华民国取得台澎主权吗？波茨坦宣言可以让中华民国取得台澎主权吗？好，那这个题目呢，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的原因在于呢，因为中华民国呢，在过去啊，还有到现在为止啊，他在探讨就是所谓的台澎主权归属的时候呢，他都是一直依据就是说，先谈开罗宣言，然后之后呢讲波茨坦宣言啊，然后接下来呢再去接降伏文书啊，然后之后呢最后再来接中日合约，然后依照这四个项目呢来讲说呢，这个台澎主权呢已经移转给中华民国了。那中华民国他在这个地方呢啊，他会讲说呢，因为波茨坦宣言啊里面呢有提到。这个开罗宣言里面的这些必定要实施啊，所以呢，这个中华民国呢，它可以依据这个波茨坦宣言呢，啊，它也可以去取得台澎主权。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一样直接讲结论哈，就是波茨坦宣言呢没有办法让中华民国取得台澎主权啊。那其实理由呢很简单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波茨坦宣言呢是中英美苏。四个国家的元首啊所做成的一个决议啊，那这个波茨坦宣言呢，虽然中英美苏四个国家的元首啊他们都有签署啊，但是呢就算是有签署好了，那也只对于这四个国家啊产生所谓的拘束力啊。那因为日本呢他并没有签署这个波茨坦宣言，所以呢波茨坦宣言对日本呢基本上呢是没有拘束力的。那因为波茨坦宣言对日本没有拘束力啊，所以呢中华民国当然没有办法直接拿波茨坦宣言去要求日本将台澎主权移转给他。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呢，波茨坦宣言呢啊，跟之前的那个开罗宣言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呢，这个其实是盟军的成员国呢，他们针对日本投降之后啊，到底要怎么样处置日本呢？他们所提出的一个想法啊，一个意向声明书啊。所以呢，既然是意向声明书的话呢，那他如果说后来啊，就是说后来跟正式跟日本签署这个合约的时候呢，如果说在签署合约的时候的状况呢，跟当初发表这个意向声明的状况有很大的差异的时候，那因为情势变更原则，所以会使得呢，当初这个意向声明里面所说的这个内容呢，啊，对于相关国家呢，会失去它应有的一个拘束力啊，特别是如果说后来呢，根据这个情势变更之后的状况。在合约里面做了不同的处置的话啊，那在这时候呢必须要以合约里面所做的处置为准啊。那我们知道呢，虽然说波茨坦宣言里面有提到这开罗宣言它里面的这一些条件呢啊必将实施啊，那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就是日本要在要将台澎主权要归还给中华民国啊，但是我们后来呢也知道这个旧金山合约在签署的时候呢盟军呢只要求日本呢放弃台澎主权啊，那并没有要求日本把台澎主权移转给中华民国啊。那当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日本签署旧金山合约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中华民国本身在当时的状况呢已经跟这个波茨坦宣言啊发布的时候，也是1945年发布的时候的状况呢有很大的不一样啊。所以因为形势变更原则，在那个时候呢，盟军在签署合约的时候呢，对这个台澎主权的这个安排呢，他们有了其他的想法啊，所以后来呢，在旧金山合约里面，他们做了不同的安排啊。那因为如此啊，所以呢，旧金山合约里面呢，他对于台澎主权所做的安排呢，他呢就取代了这个波茨坦宣言里面啊，他所提到就是要去实施这个开罗宣言里面所说的那一些东西啊，特别是关于台澎主权的部分啊。所以呢，从这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呢，中华民国呢，他没有办法依据波茨坦宣言啊去取得台澎主权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最后呢再做简单的一个整理啊，就是波茨坦宣言呢没有办法让中华民国呢取得台澎主权啊，主要的原因呢有三个啊。第一个呢是波茨坦宣言呢在签署的时候呢，日本并没有签署啊，所以波茨坦宣言本身呢并没有办法直接对日本产生拘束力啊。那第二呢，这波茨坦宣言呢是中英美苏四个国家啊他们所做成的一个意向书啊，
那这个呢是他们这四个国家呢对于这个日本投降之后呢要如何处置日本啊，做成了一个意向的一个表达啊。那这个本身呢它只是一个意向声明书而已啊，所以呢并不能直接依据这个波茨坦宣言呢要求日本呢将台湾主权移转给中华民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呢这个波茨坦宣言呢它当初啊所做成的这个状况呢跟后来盟军跟日本签署旧金山合约的时候呢它的那个状况呢有很大的差异哈，也就是中华民国它在波茨坦宣言发布的时候的状况呢跟这个日本在签署旧金山合约的时候的状况呢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呢盟军呢他们基于情势变更原则在旧金山合约里面呢做了跟波茨坦宣言里面所参照的这个开罗宣言不一样的处置所以呢因为这三个原因所以呢中华民国没有办法依据波茨坦宣言取得台澎主权。 OK， 好，那这个题目呢我们就说明到这里，谢谢大家。